我现在心情就是不知道，有点紧张，然后又有一点很期待，因为我现在跟贝拉是分开，我很期待等一下见到他。贝拉现在心情如何？我现在心情很紧张，就好像新郎要去见新娘。哎呦，我怕我等一下拍照会很智障，哎，变智障。